今天我靠，这个人我真的得好好的谢谢你，直接又把我给卡回来了，然后直接跳到下面的方块上面，成功来到第二关，然后再跳进前面的窗口。从这里开始呢，全部都是侧跳了，所以我们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，先紧贴着这个边缘，然后直接向左一个大跳，然后再往这边也是同样的方法。到了这里之后，还有最后一个侧跳，然后呢一直往上面走，最后终点的这个沙发可以说是有点东西啊。雪龙在这里研究了一会儿才成功坐上去。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跑酷房或者是密室房想让雪龙挑战的，可以直接打在评论区下方。